哎呦我的妈！轻快艇车厢不知何故严重漏水，变成死在瀑布。网络视频显示，格拉纳在野县的某姐车厢严重漏水。哦，根据留言表示，漏水情况是从大学站开始。哎呦我的妈！车厢内严重漏水，但乘客依然表现得很镇定。OK。马来西亚真是神奇的国家。